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老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即可追踪我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那我们今天要游玩的是《新绝代双骄二》。那这款游戏是宇峻奥丁科技在2000年出品的游戏哈。那跟《新绝代双骄一》只差一年之隔哈，马上就出了续作。那以当时来对玩家来说，算是非常好的一个接续的作品哈，因为马上隔一年就出了。好，那二代的特色呢，就是江小鱼跟华伟缺可以双主角线。那当然，在故事当中，你可以随时切换另外一个主角。但依照我觉得完整性来说，个人是建议不要切来切去啊，不要切来切去会比较好。好，那喜欢我的频道呢，也可以加入大社赖社群。那影片的右上角有一个 QR code 可以扫一下，那输入你的 YouTube 名称或 Twitch 名称，就可以加入大社赖社群哦。不过要等我审核啦。好，那我们因为有玩过一代哈，然后二代的特色是可以继承一代的东西。那我们先玩江小鱼的路线哈，然后这边都会写是否载入上集的资料哦。这以当时的单机游戏来说，这个算是创举哈，非常的厉害，非常酷。然后可以继承所有的东西哈，也不是所有东西，就是小鱼儿身上装备的东西，修炼的秘籍啊、防具啊、武器啊、配件等等。好，我们就选这个。我昨天已经弄好了，应该是这个吧？你看我昨天凌晨12:44还在弄呢。好，然后因为我们要玩的是二代嘛，那我们就用二代的新造型去游玩。那它也可以使用一代的造型，那我们就一样用二代，好不好？那看起来铁线人的身材差不多啊，只是一个露肚脐，一个没有露肚脐啊，被挡住了，被张青挡住他的身材。然后小鱼儿在二代变超壮了，有没有？小鱼儿在二代就健身健过头了，有没有？这么粗。我觉得一代的小鱼儿的样子还是比较好。讨喜一点，就是那个皮皮的样子还是有，二代就有点 不那么皮了，但这个也符合他的心境啊。好，不过我们一样选二代，别废话了。你看这个腿，张青这个腿，2000年那个立会那个会师真的很强哦。好，二代。别乱拖嘛，贼瘦。别害羞嘛，解开不该有的才好看呢。好看吗？等一下，缠那么紧，哪这么容易解开啊？人家好久没有这样子了。要是来点光啊，一定好看得紧。要我做皇帝，也不如待在你身旁。姑娘饶命啊！你刚才说的可是真心话？失礼了，打扰两位的雅兴。轩辕大哥，快救救我们啊！这女人的理智啊是有限度的。哎呦，非礼啊！救命啊！没有说完该说的话，做完该做的事。老子的，你们俩就一辈子闭门思过吧。哎，你听见他说的话没有啊？还就是听到了才笑啊！轩辕三光，快放我们出去啊！老子的，好事近了，哪里能就此罢手？看样子，如果不照轩辕三光说的办事，他还真的不会放我们出去，得想办法才好。哎，轩辕大哥，我们早就说完该说的话，做完该做的事了。
这么快啊？你以为你谁呀、啊？想唬我？将军，我们是不是已经解开了不该有的东西了？难道是真的？刚刚那个地方是不是除了你我之外就没人再碰过了？哼，你臭美，我娘啊帮我解开过了啊。好了，小玉儿，我服了你了，想不到你这小子手脚这么快。妹妹怎么样啊？你说话给我放干净点哦，小心我穿几个鞭子。那刚刚的公众对话是？你想不透吧？江小鱼的玄机，你要是都猜透了，那你就是天下第一聪明人了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自己看看，张青身上哪里被解开了啊？哥，老子不上当啊！你说解开的是法变？死线三卦，那你以为是哪里啊？啊，误会，一场误会，是我老祖弄错了。哼，黑蜘蛛呢？还没和我们算逃走的账呢，他跑得真快。别生气，我带个消息给你们。我刚才回到四海去找九姑娘，却看见花无缺往四海附近的树林通道闲逛呢。花无缺，那小玉儿，我们快走吧。我这样躲着他，究竟要躲到何时？我难道真的一辈子都躲着他吗？小玉儿，不行，我不要像张朗一样的躲下去。各位，我决定要去找花无缺。不行啊，我们家小孩打不过他的。小弟，你勇于冒险放难，大哥佩服你。我看那个花无缺不顺眼的很，就跟你道去吧。我没说早上去决斗，不过也不想这样一直躲下去。你们跟来就知道了。花无缺，慢走啊！小玉儿，你以为我是来送死的吗？是吗？不错，你现在这么想杀我，为何不自己来找我？就等我来找你。我自己不愿杀你，所以也并不急着找你。但此刻我竟然见着你，却还是非杀你不可。不，这是他自己来找你的，至少这次你不能杀他。让开！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这铁姑娘听说是你喂过我们的妻子，为何要来管我的闲事？我根本连认都不认得她。这次你不要别人帮你的忙吗？我那人帮忙，为何来找你？你心里自然也知道，我这种人是绝对不会为了送死而来找你的。那么我是为何而来？你心里必定又在奇怪，正是有些奇怪。你以为我杀不死你，我也以为杀不死我。若是这样拖下去，拖到200年后，也不知究竟是你对还是我对。我心里着急，你只怕比我更急。所以，我今天来，正是为了要和你做个了断。你想如何来做个了断？你只要说个地方，3个月后我便去找你决一生死。没有分出生死强弱之前，谁也不许逃走。但在这3个月的约期末到之前，你纵然瞧见了我，也得装作没有瞧见，更不能来寻我动手。我如果来找你，这3个月你反正是找不着我，这条件你并没有吃亏。你为何不肯答应？
说出这条件，其中想必又有诡计。你不答应，三个月后我就安心以待，你必定可以找到我。很好，你如此信任我，我必定不会使你失望的。这样打不成了，我去找九姑娘。哥，老子的要这样拒绝江小雨提议。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？小玉啊，你真厉害，三言两语就把那木头木脑的花无邪给唬住了。我不是唬他的，三个月后就算他不来找我，我也会去找他。不准去，不准去！别担心，我看小鱼儿早就胸有成竹嘞。真的？你说来听听，说得好就放你去。要是计划不佳，哼，我就先宰了你。我现在还没想清楚了，到时候一定会告诉你们。开玩笑，有什么计划但要藏在心里啊，讲出来就没戏唱了。记得哟。当然才怪。现在阎王门已平，花无缺就暂时罢手了，我要去找九姑娘了。好说好说，哇，这是见色忘友。好无聊哦，那这三个月我们要做什么？三三两已经见过了，这么说来女方家长已经见过了，只要再回到二人谷就算见过双方的家长了。你培养了是不是？不过你不能只见娘亲都算了，还要去过慕容世家，见过大娘三娘才算数。随便和你扯几句，想不到你这么认真。慕容世家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娘亲是慕容世家出身的，慕容老爷常说那天我要出嫁的时候，婚事非有他们打理不可，当然要去拜过啊。惨啊，这下骑虎难下啊。原来是这样啊。有意思，但我二姑鬼总不方便和你一道，我就先走一步了吧。慢，学院大哥，走不得啊，回二人谷总成了吧，那里有许多老朋友呢。行，二人谷带你去的。老鹿哈尔、兔娇娇都是很久没见你。不去木罗山庄了？不要忘记，还要把魏无心的遗骨带回谷里去呢。总得把正事办完再谈其他的。无心老弟啊，小玉儿第一次真正感激你。更何况你们不想去看看我出生的地方吗？保证比什么木龙山庄有趣的多。哼，讲那么多，走就走吧。走吧，我们向二人谷出发。你也不用那么着急的回去，我们就一路慢慢逛去。沿途地方老子大多没去过，可以找些新鲜的来读读。你敢？总之，一定要四处仔细搜查就是了。老子最讨厌无眠无休的赶路了。也好，顺便找到有哪些乐子可做。好不容易铲除阎王门，是该犒赏一下自己了。然后小鱼儿说，前方看的景色有异，还是比较随便前往的好。然后就可以进去了。这边就是敌人很多啦，就这样而已。然后就是一个很好练功的地方。妖灵剑法怎么在二代变这么烂啊？不是烂啊，就是那个招式动画没有比一代来的好看。怎么变那么多？变那么多？太极拳法怎么单体了？啊，一代是全体的说。好，我们要陈皮的给这个黄大神。你身上有陈皮和蒲黄吗？我有急用，这两味药啊，有的。太谢谢你了，
城里没有卖，有钱也买不到，我急得要死，那是多谢你了。小意思，来点报酬吧。100两，才100两。好，给他买一个。我来告诉你用法，走到你看哪家小妞的门前，把这个名药带在身上走进去就可以了。嘿嘿嘿嘿嘿嘿，祝你成功。这迷药闻起来应该是真货。然后他去二楼嘛，这里吗？这个啊，你是谁？啊，好困哦。哦，真有效。然后拿他的宝物。我怎么睡着了？咦，你是谁？你再睡一会岂不是更好？你想开我宝箱？来人啊，有贼！不务正业的小子，看我的神拳十连打，打死你这个淫贼！搞什么嘛，居然失手了！那卖药在骗人。被骗了。你那什么迷药吗？没多久可能就清醒过来了。哎呀，300眼的货色当然是这样嘛。把你手脚快一点不就好，嫌时间太晚。没关系，我这里还有真的特级迷药，怎么样？1000两，人格保证超级有效，只剩一罐啊。要买要找。我被小悲伤骗的消息都传回恶人谷去，那我这小魔仙的脸往哪里摆？一死鬼迷心窍上的当，你还想叫我上一次当？哎，更换这套可不能太便宜你们。你想打架？我人很多。哎呦，我的妈！快逃！这个人很厉害。哼，有必要吗？有必护镖？是的，我们要从护镖引到海燕去，但人手不足，路上有山贼，所以要募人偷情。我们先以镖局招牌老偷情高，一趟分3000两银子，有兴趣吗？3000两银子，我要参加，那就走吧。百银子留下，就饶你们一条狗命。啊，是山贼，少侠就靠你帮忙，我们根本不能打。想抵抗，那就全杀了。好废哦，没有东西的，没有东西。四仙子硬翅兵法，哎，都单体哦。峨眉剑法单体，凤舞鞭呢？天霸长空之法，真是没用。哎，直接到海燕镇来了。这位少侠，都先把山贼赶走，我们才得到到了海燕。这些是你的赏金，哎，谢谢啊。啊，还有，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，我们镖局其实根本不能占道。哎，这是你的封口费。真是奇怪的镖局。啊。莫名其妙拿到5000块，义不容辞。想用金钱诱惑我，干我们这一行的最想信用。可以直接进去吗？可以。啊，不是有触发剧情吗？这不是有个支线剧情？在这里啊！你是谁？新来的保镖吗？你就是香儿吗？你家小姐在等你。我也知道，可是你没看外面3个人挡在门口，我出不去。我来帮你解决。啊！你别乱来啊！我只有我的解决之道。请问，你们是人称保镖三姐的三兄弟吗？是啊，我们现在有任务在身，你去找别人吧。你误会了，我来帮人闯个口线，你们的伙伴保证苗疆的镖给人劫了。什么？那么那一帮兄弟呢？放心，倒没听说过我，他们有什么不测。那就好。不对，没听说不测，那人呢？也没听说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光复我正在伤脑筋呢。小兄弟，麻烦告诉范老爷一声，这次任务取消，我们会加倍赔偿佣金的。我已经替你打发那3个人，你可以走了。多谢公子。
到这个。我的未婚妻和别人跑了，我好恨啊！慢点说，你要我帮你吗？我约好一个懦夫决斗，他不但没有来，还把我的未婚妻拐跑，我非杀这两个人不可。如果要找到他们，快回来告诉我，我重重有赏。至少总要告诉我他的名字啊！她是范家的六小姐，是个没吃过苦的千金小姐，很容易认出来的。找人的事容易，赚外快的事我会留意的。拜托你了。听说海燕也想找一群年轻、有活力又见过世面的人帮忙，你们想去工作吗？真的，我当然愿意啊！我现在就找人大伙一道去。好，就这样，我们待会要回去哦。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？那个刮刀，这刮刀是假刮刀哦。包子来了，你慢慢用吧。可把那个刮刀给我了吧？哎，当然当然，太好了！我就想这个包子好久了。什么？是这一把刮刀？不会骗你的啊，那个刮刀没错啊。白高兴一场，你没骗我没错，这刮刀有两把，现在这把是比较差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烂刮刀到底是多烂，还可以啊，算没有到很烂啊，还行啊。哎，少侠，真多谢你了，我的生意做起来很受好评呢。那些企鹅有事可做，他们也很高兴呢。那就好，大家都好，也让我谢谢你吧。哦，你是外地来的汉人吧？有带什么货物来吗？我不是做生意的汉商，你弄错了。真可惜，我还有以为什么可爱的小玩意可以看看呢。他的小玩意啊，就是玉瓶子哈、哦，要弄继承的过来。我要怎么拿玉瓶子？这个，有人打我！别哭别哭，大哥哥给你一两银子买糖吃。谢谢你，大哥哥。是谁打你？做买卖的汉人叔叔，他不许我说话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很多秘密。是这样啊。小孩子童言童语，不必当真。你去玩吧。什么东西啊？听说你喜欢吃葡萄。这边有个支线哦，有一个强盗。要先触发到。坏人叔叔家里有藏金子。不要知道你什么时候葡萄啊，强盗嘞！你别再跟我说你喜欢吃葡萄。市场阿婆有一个好剑，真假的啊？有真假的？你别骗我！给他葡萄，道具店叔叔跟强盗叔叔很要好，就这个。然后。都是尤秀玲。你是谁？你们就是下格的无胆恶人吧？我是上格的小魔星江小鱼。上格？小鬼，你在说什么？恶人又恶格，不是生产偷盗劫杀的是下格。那上格的啥玩意儿？专门打击坏人，看穿诡计，自得其乐，还能破坏人佩服。被坏人佩服，被好人称赞的，就是上格。啥？好三女混头，这小子讥讽我们啊！路臭未干的小子也敢捉弄我们，投胎去吧！很强吗？不强啊！对啊，我有修改器，怕吗？很弱啊！真不好意思啊，我是恶人的祖宗，坏人的师父，
你们撞见的是我，哪里还讨得了便宜去？很路嘛。还好啊，为什么要先存档？没什么特别的啊。